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过两天呢就是端午节了，大家可以吃粽子，然后看龙舟比赛。虽然我是一次龙舟赛都没有看过，但是在厦门的时候还是去龙舟湖边感受了一下的。还有大家喜欢吃粽子的，一定不要吃太多啊。像我这种特别喜欢吃粽子的人，每次我爸都会叫我少吃一点，因为会特别粘肚子，对身体不好。所以你们也要注意哦。